男生还是女生，拥有了他的第一本写真集之后，这个夏天绝对不寂寞，因为会充满很多的悸动以及很多的惊喜。现在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，欢迎玉芬 Tia， 欢迎玉芬来到现场。今天才刚刚空运来台的这套服装，来，我们先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先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很开心今天能到现场来的记者朋友们，还有公司的朋友，还有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今天到现场。对，真的对大家来说都是他的朋友啊，这边也是朋友，那边也是朋友，说的都是好朋友。那我们先请玉芬拍个照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刚刚摄影大哥跟我说，哎，今天玉芬会穿怎样？我说很性感，若隐若现，是不是这么说？这套衣服绝对是有若隐若现的性感，也要表现最真实、最自然的玉芬。来，麻烦玉芬，我们先看之前方。头发拨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玉芬的右手边。右手边的下方，还有中间的下方，还有左下方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左边，左手边，视线稍微高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视线高一点点，左边高一点点，还有中间下面，中间，中间正中间的下方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里，做来点动作好吗？好，什么样的动作呢，摄影大哥？可以。好，待会儿呢，我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动作，因为在这个写真集当中 ，Pop Song 帮玉芬拍出了最漂亮的 pose 以及最漂亮的景色，会让大家一起来从这本写真集当中，除了看到最自然的玉芬，也要看到最漂亮的冲绳的很多的景色。裙摆在往现在再摆一下吗？裙摆再摆一下。啊，会长说裙摆再摆一下的意思是一点点微微转的意思，是？对，稍微旋转一下。这个干爹吗？谢谢。好，这是台湾首穿哦，我们刚刚才这个空运到达台湾，特别换上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个再旋转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下面。大家都很忘情的拍，摄影大哥都快躺下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我再次把麦克风交给玉芬哦，我们往前一小小步。好，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了，就是这本写真集当中，希望能够看到最自然。